小任认识很久，那从出境事务所到后面愤怒的菩萨，其实我觉得每次跟他拍戏就会有不同的收获。我不想你，我跳个舞给你看。对，那天没有跳舞。对对对对，我跟他演的时候，我说你是。对对对。有啦，我那天后来有跳啦，我有跳。一点点，他跳的比较多了。跳，我就说为了补偿你，我跳舞给你看，就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跳给你看。就要跳，没，这样就好。第一次跟小任导演合作，做的很多很有趣的尝试，然后诗诗对我来说也很像外星人，但是跟导演工作之后，我觉得导演更像外星人。这样还不错吧？啊！反圈。反转，拿出斧头，哇！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。慢地拍我，很强。对，这样就好。我觉得《有生之年》就是很适合许昭仁导演拍的戏，因为他把他的那个锵锵，就是发扬的淋漓尽致。我手都弄成这样了，我去弄弄干你啊，我少林寺。跟导演也是第二次合作，我觉得这次导演又更 free 了。导演又下来干嘛？来帮忙是不是？他来了不用来，你来干嘛啦？他来了干嘛？把阿公丢给他。怎么样？我抬不动了。你下来干嘛？拿阿公了，尽孝道会。他真的很细腻，就是他会发现每一个演员或角色现在的状态，然后跟很细微、很细微的情绪或反应，他都能够发现，然后并且把那个东西抓出来。你要往前就是往后，啊，往前有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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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有，动画回哦。不要不要吓到。导演真的很有趣，对啊，然后我蛮喜欢跟他一起拍戏的感觉，他就每次我那了，就很像我们这个戏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戏很像导演，就是跟导演很像。对了，我就拿了那，好，没了，我离开。哈哈哈哈哈！一个人来讲两句话。叫我们因为跟导演也是很久以前就合作过，所以大概知道他导戏的风格。来，进在，他就是这样嘛，也不太会有压力，就是反正来到现场，大家看现场可以玩出什么，就也不用预设太多，就觉得还蛮开心。刚刚搞不清楚状况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没有啊。你怎样？你就在家里啊。你进去睡。你帮我照顾啊，帮我骂。进去睡觉。不要吵，当讲话，你要麦听啊。刚才跟我讲说，你就当来玩的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阿贝。这应该是他的噩梦。噩梦。每一次都是在尝试说，比较不一样的方法，看导演喜欢哪一个。因为我真的蛮怕，就是自己做不好。就该打就对了，该打就对了。不要管我是谁，不要管我是谁，做不让我打。不要管我谁啊，让我打就对了。到处经历，到处经历人家。小任导演，其实我认识他很久，然后但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他合作。我觉得这一次有让我成为一个演员的一种表演的热情。很爽，很过瘾。我愿意做那个替死鬼。我觉得你跟他有染，所以他不会让你跟阿雅。我觉得他也是我就是见过就最爱哭的导演，就是很多时候，因为我们这部戏讲了很多亲情的部分，然后很多时候演员都还没哭，他自己就在那个 monitor 那边就一直哭，期待就是还有机会可以就是跟他拍各式各样不同题材戏剧。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42台《有生之年》，不见不散。